主料：香椿50克，豌豆100克。辅料：芝麻油一勺，盐、生抽。准备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豌豆提前用清水浸泡半天。看朋友送的香椿芽，真的很嫩。起锅烧水，把泡好的豌豆放进锅里煮熟捞出，另烧水，把椿芽下锅焯熟捞出，椿芽切成末，和煮熟的豌豆放在一起，加入食盐拌匀即可盛入碗中。烹饪技巧：豌豆提前泡上更容易煮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